样，姐姐不给我玩球，我自己玩。踢球喽，嘿，开车送货去喽，滴滴滴。啊，我的球踢到爸爸的货车上去了，不行，我得赶紧追。等等爸爸，等等呀。走喽走喽，爸爸，等等等等。哎，我怎么好像听见乔治的声音了？赶紧送货去吧，走喽。爸爸，等等，快停下。不行不行，我好像真听见乔治的声音了，我得停下车来看一看。我可算追上你了。乔治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是那个那你在。哎呀，乔治，别捣乱，爸爸还有正事呢，要去送货。我在啊啊，货车，我看看。哎呦，你的球啊，你是不是不小心把球踢到我的货车上了，然后一直追我，然后累得说不上话了啊？是。哎呀，乔治。